小池塘里放了好几个地笼啊，现在我要把它收上来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地笼是烂的地笼，哇，有收获，看。是一条鲫鱼，哇，下面还有好几条哎，快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看一下这个地笼有没有鱼，这些地笼都是烂掉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有收获。几条小鲫鱼，还有一条泥鳅嘞，不错呀，这么烂的地笼竟然能捕到鱼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，好重啊，哇，哎，这个地笼就没有捕到鱼了，全是泥巴。哎呀，哇，我都快提不动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感觉有好多鱼啊！这个地笼怎么提都不动啊，真的好重啊！哇，哎呦，哎呦妈呀！太多的泥巴了，啥也没有。希望这个地笼会给我带来惊喜啊！哎呀，好失望啊，竟然一条鱼都没有捕到。嗯啊啊啊啊，哇，你看我身上全是泥巴呀。哎呀妈呀，这几个地笼只捕到了两条鲫鱼，还有几条小鲫鱼都被我扔到池塘里面去了，然后这两条鱼我也把它扔掉，都不够我吃啊。哎，鱼没捕到，竟然弄了我一身的泥啊！哎呀，不开心，回去了。好看。